师傅，哎，麻烦再快一点。好嘞。 小姐想喝点什么？您慢用。这个。小姐真有品味，其余的事等朋友来了再点吧。啊。好的。请稍等。 点的东西怎么还不来啊？您点的曲子已经在弹了。我点的曲子？钢琴曲《致爱丽丝》。啊！你给我站住！ 干得不错呀，严小贝，这次看来又要空欢喜一场了。这个有你指纹的杯子，最终还是落到我们手里了。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啊。 那你倒是挺贴心啊，让我能够睡个安稳的觉。这个杯子值得纪念啊！我说你倒是什么呀？事儿啊？你说呀！哎，坐下说。都怪我一时大意，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化妆成路人下手。完了。 完了，完了，把那个带指纹的茶杯弄没了吧？不是我说你，平时太缺乏锻炼了。你这一下肌肉萎缩，你怎么跟人跑啊？你不萎缩，你就能追上他，追上他茶杯不就拿回来了吗？哎呀，我都快到咖啡馆了，我还以为甩掉尾巴了呢。你是甩掉尾巴了，可又长出一个新尾巴。对呀。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别说小贝姐了，这事都怪我，我应该去医院找小贝姐，陪着她一起去咖啡馆的。 哎呀，咱就别找什么证据了。要我说呀，直接把他逮起来，严刑拷打不就得了吗？这王伯雄如果真的是郁金香，多少条人命在他身上呀？死多少次都不够他抵债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是新四军，是土匪吗？没有证据随便抓人，成什么了？就是，真没觉悟你。行行，都别吵了啊！我有办法，我和南阳已经查到钥匙在哪儿用了。那保险柜的钥匙，在我这儿呢。
204，哎，204，看，这样，我陪你去一趟汇丰银行。你别陪我去了，我自己去呗，我想展示一下个人的魅力。那不行，这次咱们兄弟俩联手，纵横四海，利益双飞。你俩有计划吗？有什么方法啊？还真有。什么呀？保密。别难过了啊。浩子，嗯，没想到你还能这么漂亮，啊，什么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跟你一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哎，是啊，我都知道，你觉得我扮女人比你好看，所以你才让我扮女人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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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大上海现在的风气是尊重女性，女性可以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同情，所以扮女人。才能形成势在必得的局面。哦，你这么一说我就晓得了，如同醍醐灌耳。是灌顶，进去吧，我怎么就教不会你了？得，去。您好啊，好。您好，好，给我吧。你好，这位女士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他们说是来这儿可以取钱啊。这个保险柜业务需由本人办理，如果是他本人办理，也需本人到银行授权，并且需要出示证件、填写表格等。你说的我也听不懂，你能不能说一些明白点的话？就是说，如果是您丈夫办，需要他本人到银行，或者他同意您开启才行。那他要是死在外边不回来了，我的钱还拿不着了。抱歉，这位女士，我恐怕帮不了您，还是请您离开吧。您好，太太，请您出去。哎，你不要碰我啊！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银行可没咱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想啊，像我这么娇羞婀娜，如出水芙蓉般的容颜。都没把他们降住，看来得另辟蹊径了。折腾半天，还得拿出你的看家本领，直接对保险箱下手吧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派去盯张副局长的人给我来信说机会来了，他老婆今天离开上海回娘家，而局里又传他要升迁的消息。这两天正是他得意忘形、放松警惕的时候。那就好办了。好，我去准备。哎呀，就是比之王羲之、唐伯虎，也毫不逊色呀。张副局长，张副局长，上官小姐找您。上官小姐，哎呀，稀客，稀客呀！啊，去去去！哎呀，上官小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张副局长，我来没有打扰您办公吧？不打扰。上官小姐，您随时来，都不打扰。哟，这是张副局长的大作吧？嗯，这字写的真是太好了。不过这个。国包夫香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好，好！女子无才啊，便是德。哎呀，是国色天香啊！哦，就跟上官小姐你一样，国色天香。来来来，上官小姐，您找我。有事？啊，也没什么事，就是顺路走到这儿，上来看看您。哎呀，上官小姐，您跟我又何必客气呢？有事啊，直说无妨。嗯，不知道张副局长一会儿有没有空，咱们一起吃个晚饭，边吃边聊怎么样啊？有，有，哎呀，这肯定有啊。
没有也得有。上官小姐，慢点，慢点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被你迷住了。你太迷人了，简直就是……你慢点，慢点。国色天香，你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。我去给你倒点水啊。梦中女神。沈阳，你说怎么办？只能打开保险柜。外边还有个保险库呢，保险库上面还有个密码锁，咱没钥匙啊。再困难，咱们也得试试。这样，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明天就咱俩单独行动，我给你放风，你腿脚利索点，速战速决。行。你什么人？张局长，好久不见。王伯雄，你要干什么？张局长，给你借样东西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借东西？嗯？借东西有这么借的吗？是有一点不太礼貌，把你衣服扒了，而且还拍了照片。这相片要是到你老婆手里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你还是明天的头条新闻，警察局长与百乐门小姐惨死在某饭店。这算你狠，王伯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一张空白的搜查令，但必须要你先盖好章。这件事情咱们就烂在肚子里面，否则的话，对你我来讲都没有好处。同为党国效忠，请多见谅。你好。看见了吗？个高那个，中间那块，他就是专门办保险柜业务区的人。我在附近给你放风，不管成功与否，15分钟必须撤离。我们后墙见。好，请问你们是？这单子您拿好。啊。搜查令。搜查令没有问题，您二位可以上楼进行公务巡查。你干什么业务？那就请你给我们带路吧。怎么了？王伯雄来了啊！必须快速解决。行，就跟他们拼了。请先登记一下。还要登记啊？是的。登记吧。上楼，先生、小姐，这边请。先生，这边。你去把保险柜的门先开开，去吧。啊，好，是。你到别处看看。我去保险柜呢。好。
怎么样，东西拿到了没有？这就是权力迷人的地方。走。别提了，差点连小命都没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开的这个门啊？我刚一进去，后脚就有人来了。我要不是反应快，小命早就没了。等他走了以后，我再去开那保险柜，里边什么都没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犯了大错，你回去得检讨。哎，不是，我看了呀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王伯雄来了，让你抓紧时间行动。你糟了。证据让王伯雄拿走了，啊！坏了，那这怎么办？哎呀！咋样？一看你们俩这个样子，肯定就是大有收获。哎，当然了，这肯定是我们家英儿的功劳，是吧，英儿？啊？哎！真急，失败了。啥？又让王伯雄那个老狐狸得手了。浩子，不是你干什么吃的？我是出于对你的信任，才没有亲自出马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我得说两句啊。这次任务我负责什么呀？我负责动手，我不是负责把风的。把风的是山鹰。你。都是哥们儿啊，小小伙儿，小小伙儿，都是哥们儿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苏海棠救出来。有你录音的那盘磁带被我烧了，今天晚上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他们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姜是老的辣。哎，休息吧。嗯。哎，给我两个枕头。给你拿三个。怎么衣服都没换呢？一会儿进去马上换了。是，3721苏海棠送36号。是，走。走。张春林让我来找你，想必你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吧？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就是这个人，编号3721，我要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小妞，听说你住36号房，在我隔壁呀。这地方铜墙铁壁的，所以啊，管监狱的人胆子特别大，
就算在走廊啊，也不会给犯人戴手铐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就算犯人行动自由，也逃不出监狱大门。可以这么说。海棠被转移到曹和清监狱了，消息可靠吗？哎呀，千真万确，曹和清监狱的那个副典狱长是我兄弟，老子当年还救过他一条命呢。行了，别吹了，行不行？谁都是你兄弟，也不怕把自己舌头咬坏了？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和我抬杠呢？招你了，惹你了？海棠被转移，王伯雄迟迟没有下文，会不会是一个圈套？那也没办法呀，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王伯雄他就是郁金香，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海棠先从监狱里给救出来。这事儿没那么容易，如果这是军统高层的意思，以他的官职根本没法一手遮天，好歹现在海棠姐没有性命之忧。不就坐一年牢吗？我去找我那个副典狱长兄弟打点打点，就凭海棠那身手，在里边也吃不了什么亏。不就坐一年牢？你说得倒轻巧。监狱是什么地方？苏海棠是什么人？他是光有本事没长心眼儿，万一在里边被人弄死了，谁负责？你那个什么什么典狱长的朋友，还是王伯雄？也是，就怕夜长梦多啊！一定要让他放了苏海棠，否则我就不放过王伯雄。哎，你们都在家等着我，我去去就回。你英儿，你干嘛去啊？小心点，英儿。哎，这山鹰干活现在是越来越利索了，而且考虑也周全，一点都不像刚开始那个到处闯祸的小丫头了。你们给我看好了。是是。别动，今天我的枪是装满了子弹来的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海棠，有什么话你们两个当面说。上车。王伯雄的举动让野山鹰对自己曾经坚定不移的怀疑有所动摇，但野山鹰始终感觉王伯雄没有那么简单。处长，兄弟，让他们姐妹两个单独说几句话，好吧？是是啊。山鹰，听我的，回四明山根据地吧。我不走，不把你救出去，我死都不走。再说了，那个王伯雄，我还是信不过他。不管他能不能找到真凶，或者说，他是不是真凶，一年之后便知分晓。那你得有命活到一年之后啊！我听说这个监狱有几个狠角色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放心吧。还有，我总觉得那个王伯雄不像什么好人，你别傻不拉几的什么都信他。你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会时刻提防他们的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王伯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辩了，得走了，这边司令部马上要来例行检查了。一年后我保证他平安无事。
听说你是做特工的，还是个神枪手。借故。你是不是很能打呀？那我们比试比试。在这儿还敢打架，都活腻了是不是？把他俩关禁闭。是。走走，看什么看？散了，快走。那，这是给海棠的。不是，这是去探监啊。还是去探病啊？两件事儿啊。第一呢，你没看见海棠，她都瘦了，让她多吃点。知道。还有啥？还有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你都得把我送进去，我要坐牢。啊？啊什么？王伯雄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要是在监狱里使点坏，海棠还能出来吗？再说了，等我们想出办法救海棠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可是那也不能把你给送进去啊。把你送进去那不行，就是把我师兄送进去也不能送你啊。实在不行我去。行，那你俩现在谁赶紧变成女的谁就去。这我师兄行啊，他扮演过虞姬。不是，这那是演戏，不是一回事儿。那还废什么话，谁说大话，说什么救过人家副典狱长的命，割头换命的交情，什么事儿都办得成，谁说的？那我要是出面，这事儿肯定能办成。我觉得把你送进去这个方案不好，不妥。你觉得个屁！什么不好，什么不妥？监狱里那些人跟姐姐我比起来，算什么呀？我要是能进去，就是虎入羊群，谁都欺负不了我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都得进去。你要是不替我办，我自己闯进去。你掂量一下。哎，别！行，去办，肯定去办，行吗？好的，走。咱们骑驴看唱本儿，走着瞧。哎，前面就是那个曹和泾监狱副典狱长管风的家了，就是那个管的都是疯子的人。这个人据说很爱字画，咱们只要顺着他的心思，准能办成。割头换过命的兄弟呢？还要我去弄这么多字画？换过命的兄弟也大不过钱呢。但是呢，提钱太俗气，而且呢，我朱有为也不是那么俗气的人。对，你不俗，你能俗吗？我俗。哎，我不光俗，我还傻呢。我要不傻，我好不容易偷来的画凭什么都给你啊？你看，我就说你这个人永远高雅不起来。你高雅？你多高雅呀？你要不雅，
能把野山鹰一个人往监狱里送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又不是不了解野山鹰那个脾气。你了解，你了解，你了解，行了吧？行行了，行了，走吧，师弟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白瞎我这些话了，这。朱有为，我坐牢那件事儿，你跟那个管监狱的管疯子说了没有？我办事儿，你放心。我放心个屁！你这人成天吹牛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是个试金石，你要是办不成，以后少在我面前瞎晃悠。这个管疯子可是我拿下的，这事儿没跑。为了能在你面前晃悠，我怎么着也得起出点本事来啊，是不是？燕儿。这事儿要是成了，你怎么犒赏我？那你先跟我说说，这事儿怎么个惩罚？不就是把你送进监狱，把海棠救出来吗？不对，这把你弄进去了，万一你出不来了，这还谁犒赏我呀？出得来出不来呢，那是我的事儿，你只管把我先弄进去。弄进去之前呢，我先犒赏你，请你吃饺子。饺子？嗯。芹菜馅的？那还不是自己犒赏自己吗？不吃拉倒。这苹果是刚刚狱警送过来的，说是你亲戚送的，不过只剩下两个了。哦，我可没拿。比不上猫姐你，猫姐，我现在给你打水去，我现在就去。团结，前进，革命。放倒。哎，那书没拿错吧？倒过来了吧？哎呀，山鹰啊，我有一个特重要的事儿想跟你汇报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就是我思前想后的，我琢磨着你一个人去监狱不合适。那怎么办呢？没人了，海棠在里面多待一天就多一份危险，至少我现在能进去保护他，不被别人欺负啊。我不是说不救他，就是你可以换一个人，比方说我，我觉得我最合适。那个是女子监狱，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我怎么不知道原来你是一女的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男的，铮铮铁骨的男人。就我的意思啊，你看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哪儿没去过？还就这女牢房没去过。我就想乔装打扮，进一下女牢房。你看戏文里不都唱吗？祝英台女扮男，孟丽君女扮男，我耗子可以男扮女，混进女牢房啊。你少在这跟我胡说八道，那女子监狱那么好进吗？那进去之前不得先那个搜身验身什么的？你平时不经常说吗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
你害怕我没把海棠救出来，自己还在里面出不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是朱有为让你来的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想进去受点罪，毕竟你一个女孩子，哪能进这种地儿啊？你就让我去吧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走，赶紧，我还得好好想想，我要是进去了，怎么把海棠救出来呢？哎，赶紧走。哎呀！哎，这事办的怎么样？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是明知山有虎，偏让我向虎山行啊！哎呀！瞧你这点出息，踹你了，咬你了，关键时刻只有兄弟才靠得住，你说对不对？哎呀，师兄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想明白了，咱们俩呀就别掺和这事儿了，咱们俩谁进去，那都是白给，咱们俩就是两只小绵羊，非管人鹰这只老虎的事儿，这不明摆着耽误功夫吗？在别人眼里，鹰那是老虎。可是，在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鹰儿就是一只小绵羊，咩咩，生往我怀里挤。你说我能不护着它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人家鹰儿心里都明白着呢，赶紧走吧，别再让人听见了。你们干嘛？妹子，姐姐今天来呢是跟你道个歉。今天啊，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俗话说得好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给你带来个礼物，橘子。你看。天真的微笑被狼烟吞没，英勇的梦想变成一把战火，捍卫我的国，让生命宛如歌，无愧于心，献上一世承诺。洒脱的身影在风雨穿梭，战鹰的心中有一只小白鸽，渴望乌云散，点燃心中的火，在爱的烈焰中解开一把锁。在两个梦的山坡，等风来，乌云落，看天边的晨曦如火。花开。